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新世界の原子力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畅学网的袁世良老师。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八课的文法。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句型是にして这个形式。那么在讲にして这个句型之前呢，首先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同学，因为我们以后在中级啊，在 N2 的这个水平当中呢，还会学习另外一个句型叫做にしては。除了にして之外呢，还有にしては这个形式。那么にしては和にしては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句型。所以这个大家要区别一下，因为我们学过很多句型，包括了类似于我们以前学过的啊，关于这个含义的について。那么大家知道，比如说について后面加については，它本身表示关于这个意思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说70%啊到75%左右的句型的话呢，后面加上强调的は或者强调的も是。不改变它句型本身的含义的，但是也有个别句型啊，有没有哇，有没有 mo 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现在的にして，和以后会学习的にしては，包括以后我们在中级还会学习的に関わらず和にも関わらず啊，这两个句型看似只差了一个 mo，但是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细小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我们回到にして这个句型，首先先把接续大家记一下，接续的话にして它前面跟的是。名词，名词加上にして。那么实际上呢，にして它的用法呢有两个，那么有五个用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学习它其中的两个用法，还剩下三个用法呢，我们放在之后的高级课程当中再来给大家讲解。那么这两个用法的话呢，にして它前面基本上跟的都是数量词。那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大家可以记，它叫做短时间或者。小年纪的数量加上にして，它表示短短时间或者小小年纪就做到了这个动作。啊，再记一下，它是表示短时间啊或者小年纪的数量词呢，加上にして，它表示短短时间或者小小年纪就做到了这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交通事故で一緒にして家族を失った。再说一遍，交通事故で一緒にして家族を失った。那么，因为交通事故呢，所以一瞬之间就失去了家人。那么这个一瞬にして一瞬，它是表示短时间的，短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家族を失った这个动作，失去了家人。好，再来看一下。第二句话，彼はやっぱり天才だ。3日にしてこの論文を書き上げたというから。彼はやっぱり天才だ。3日にしてこの論文を書き上げたというから。他果然是天才。啊，仅仅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这篇论文写好了。所以这里的3日にして是短时间，那么短时间。的词加上了后面动作，它表示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动作。那么在这里呢，再注意两个地方，一个是書き上げる，書く是写，那么大家知道动词的 mas 型，动词的 mas 型加上上げる这个形式的话呢，它除了表示动作是由下往上做这个。用法之外呢，它可以表示完成了某个动作啊，而且它这个完成的话呢，往往是要有一个成果摆在大家眼前的。所以所谓的論文を書き上げる，我把这个论文写完之后呢，我必须有个论文的成果摆在你眼前嘛，对吧？还有呢，就是这里有个托于啊，托于放在句末的话呢，表示听说，因为听说啊，他仅仅3天啊就把这篇论文写完了，所以我觉得他果然是个天才。那么再看一下。下面第三句，ローマは一日にしてならず。ローマは一日にしてならず。罗马呢是不会在一天当中呢就建成的，而这个一日にして，它同样是短时间加上にして用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来举一个小年纪加上にして用法啊，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在日本有个非常的一个著名的乒乓球的选手叫福克哈拉。
福原爱，对吧？那么福原爱她的乒乓球技艺很高超，同时呢，她和我们中国的缘分也非常深啊，因为她很多时候呢是在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中国辽宁队当中接受训练的，所以福原爱的中文也非常好。那么福原爱她从小就有非常有乒乓球天分，所以她四岁就登上电视节目了。他仅仅四岁就登上电视节目了，这句话就可以用到にして这个句型，我们就可以说福原爱は4歳にしてテレビ番組に登場した。再说一遍，福原爱は4歳にしてテレビ番組に登場した。福原爱呢，仅仅四岁就登上了电视节目。所以今天我们学习にして第一个用法，它前面跟的是小年纪或者短时间的数量。它表示小小年纪或者短短时间呢就做到了这个动作。第二种情况，我们的拓展部分，同样接续是名词加上にして，而且按照我刚才解释，大家会知道，这时候这个名词呢，同样它也是表示数量的名词，但是这时候呢，它不再是小年纪或者短时间，它是老年纪。或者多次数的数量加上にして啊，再重复一遍，是老年纪或者多次数的数量加上にして。而且这个时候啊，这个にして它后面呢经常跟一些副词，我们这边也有，大家可以划一下，跟上类似于初めて，初めて表示第一次，对吧？或者呢跟上类似于ようやく。又要给它表示终于总算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副词呢跟在にして后面比较多一点，它表示到了这把年纪或者到了这么多次数才第一次怎么怎么样啊，或者到了这把年纪到了这么多次数才终于总算怎么怎么样，这个含义。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句话，三十にして立つ。三十にして立つ。那么这句话直白的意思就翻译成到了三十岁才终于总算站起来了，这个意思。那实际上呢，它就引申到我们中文的三十而立啊，这个用法。三十にして立つ。再来看一下第二句。彼は50歳にして初めて父親になった。彼は50歳にして初めて父親になった。他到了50岁呢才第一次做了父亲。啊，再比如说。5回目にしてようやく運転免許の実技試験に合格できた。5回目にしてようやく運転免許の実技試験に合格できた。第五次啊，总算考出驾照了。真的含义。所以第二个にして它的前面同样加的数量啊，但它加的是老年纪或者多次数的数量，它表示到了这把年纪或者到了这么多次数才终于总算怎么怎么样的意思。好，这是我们说的にして的用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语法，こそ或者てこそ这个形式。那么说到こそ的话呢，很多同学肯定也不觉得陌生啊，因为我们在初级一上来第一课在学习一些日语当中比较基本的挨拶的时候就学过，对吧？人家跟你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你了，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回答呢？你要回答是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么实际上这当中呢就牵涉到了こそ用法。那么当初呢我们可能只是把这个こちらこそ当成一个挨拶来学习，我们叫做啊彼此彼此哪里哪里的用法，对吧？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彼此彼此和哪里哪里它只是一个翻译方法。那么在这个资料库所当中，它这个库所到底是什么用法呢？我们今天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库所它就是用来强调的，强调的库所呢它放在一个名词后面。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名词后面本身有一些格助词啊，类似于你或者 they 或者 a 这样的格助词的话呢，那么这个格助词是没有办法被 coso 替代掉的，所以呢要把这个
こそ还放在这些格助词的后面。这时候啊，这こそ要强调，强调什么呢？强调不是别的，而正是前向名词这个用法。啊，再听一遍，强调不是别的，而正是前向名词这个用法。什么意思呢？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就以こちらこそ这个词为例，在这里啊，こちら不是指代这个地方或者这个方向的意思，在这里的こちら它是指代是私我，所以人家在跟你说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你多多关照吧，你回答的所谓的こちらこそ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是你需要我关照的？不是你，こそ用来强调不是别的，正是前向名词，不是别人，不是你，不是别人，而正是我才需要你的关照呢，正是我才需要你的关照呢，这个用法。那么所以呢，他会发现实际上这个こちらこそ它除了会用在类似于啊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挨拶的一个回答之外呢，很多情况下我们其他的挨拶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到こちらこそ这个字，对吧？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出去玩，人家跟你说啊，你跟人家玩得很开心啊，说啊今日は一日とても楽しかっ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今天一天非常开心，非常感谢你，那你怎么回答呢？你要跟他说いや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いや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同样的什么意思？不是应该你感谢我，不是你，不是别人，这是我才需要感谢你呢，这个用法，对吧？那么除了お願いします或者ありがとう这样的挨拶之外呢，类似于像すみません也是可以的，对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日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你这个隣の席が空いてるのだったら，如果你在电车上面啊旁边的这个位置是空着的话呢，你可以暂时性的把你的一些荷物呢放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当有乘客来的时候呢，你也把它给拿走。那么如果乘客来了的话，对吧，我把这个行李放在旁边位置上，有一个人来了，那那个人首先跟我说什么呢？他跟我说啊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那么他的说すみません引起我注意之后呢，我就跟他回答啊こちらこそ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こそすみません，不是你，不是别人，而这是我才需要跟你说すみません，才更加需要跟你说道歉的，这个用法。所以这こそ再强调一下，它表示不是别的，而正是前向名词。再来看一下第二句，今年こそ絶対日本語能力試験に合格する。今年こそ絶対日本語能力試験に合格する。不是去年，不是明年，不是前年，不是后年，而正是今年，我一定要考上日语能力考试。的用法。那再比如说，有的时候说，哎，我这次一定要赢。今度こそ勝ってみせる。今度こそ勝ってみせる。勝つ是表示赢胜利的意思，而补助动词てみせる的话是表示这个动作是做给你看的。所以今度こそ勝ってみせる表示什么意思呢？不是别次，不是上次，不是再下次，而就是这次我一定要赢给你看，这种法。那么再比如说有的时候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就经常把 diet 对吧，把减肥呢挂在嘴边，但是经常把减肥挂在嘴边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呢？明日こそダイエットする。明日こそダイエットする。同样，这こそ来强调，不是别的日子，明天我开始减肥，这个用法。所以，首先，こそ如果它接在名词后面的话，它用来强调不是别的名词，而正是前向名词这个用法。那么 ，te koso 是怎么回事呢 ？te koso 它实际上是接在了动词 te 形中顿的后面。
动词推形加上推过所这个形式。那么正形它表示什么意思？其实说白了，过所的意思没变，还是用来强调，强调不是别的，而正是前面这个动作。它表示啊，只有做了前面这个动作之后呢，才能够有后想，或者说只有做了这个前面这个动作之后呢，才能够有后向的这种感悟啊、体会啊、评价啊这样的用法啊。比如说第一句话，お金は使ってこそ価値があるのだ。お金は使ってこそ、お金は使ってこそ価値があるのだ。钱呢，只有用了之后才有价值。再比如说第二句话，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こそチームワークと言える。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こそチームワークと言える。啊，只有互相帮助了之后，才能说是团队合作。这样用法，只有才。那么可以先预告一下，我们在中级的当中呢，还会再学习另外一个句型。啊，那个句型叫做推哈基梅德，同样前面跟的是动词的推形，构成推哈基梅德这个形式，那么表示一样的意思啊，只有做了前面这个动作才怎么怎么样，所以可以互换啊。比如说像第一句话可以改成お金は使って初めて価値があるのだ。第二句话同样我可以换成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初めてチームワークと言える，对吧？再举几个例子的话，大家知道，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这个孩子啊无法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只有在一个人生活了之后啊，你独立出来了，一个人生活之后呢，你才啊知道父母的可贵，对吧？所以就说一人暮らしをして初めて，或者呢一人暮らしをしてこそ，一人暮らしをしてこそ親のありがたさがわかる。一人暮らしをしてこそ親のありがたさがわかる。啊，只有一个人生活了之后呢，才可以理解父母的可贵。这用法，所以不管是名词加上こそ，还是动词加上てこそ这个形式，大家都要牢牢记住一点：こそ就是用来强调的，强调不是别的，而正是前向名词这个用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课的课文。所以我们来看看课题，课题是ノブームが映すもの。大家记得啊，映す这个单词我们在之前的课之前课当中在讲词汇表述曾经讲过，在这里的话映す它就是反映する的意思。好，在这里映す它就是反映する反映的意思。而这个ノブーム就是脑风潮啊，就是现在对大脑这个东西很关心啊。这个脑风潮它所反映出来一些东西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脳に対する一般の関心が高まっている。に対する是我们在之前学习的に対して这个句型的一个引申。那么に対して当时我们讲过三个用法，在这里的话它对应到的是对象啊，对于前面这个对象做了某个动作或持有某个态度这样用法。那么に対する呢是に対して的原型，那么原型含义不变，还是对象，不过它做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所以这里所谓的脳に対する就是作为一般の関心的一个定语。所以脳に対する一般の関心が高まっている，对于大脑的一种普遍的关心呢不断提高了。那么当然这里你不用に対する这个动词原型的形式，你说脳に対しての啊，你要用に対しての这个形式也是可以的。所以首先啊，对于大脑的普遍的关心呢提升了。この脳ブームの背景には
最近の社会情勢の変化があると私は考える。那么这里首先问大家问题啊，この農ブームの背景には，这个你表示什么意思呢？同样的，很多同学发现，不单单是你，这里还有一个你は这个形式。你は这个形式是我们在之前的讲课的时候曾经讲过，它是我们本篇课文的一个句型。但是大家记得我们之前在讲你は的时候，我们讲过，绝大部分的你は我们都要把它看成你和我的一个组合，对吧？所以这里呢，我们实际上还是把你和我分开来看。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表示什么意思呢？那就可能看出来了，这句话它最后的谓语呢是ある，一个存在句，所以这个你它就是表示存在场所，而整个句子的结构呢说白了就是存在句。所以この農ブームの背景には，在这个脑风潮的背景里面，最近の社会情勢の変化がある，存在什么呢？存在着最近社会形势的变化。とは私は考える，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啊，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呢，是存在着最近社会形势的变化。好，下面一段。コンピューター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人間取り囲む情報環境は激変した。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把コンピューター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人間取り囲む全部括号括起来，又箭头指向后面的情報環境，信息环境。怎样的信息环境呢？人間を取り囲む。包围了人的信息环境，就是我们人们周围的信息环境。而这个 ya nado 是用来举例的，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计算机或者因特网这样的一些包围在我们人周围的这样的信息环境呢，给 kinsta 啊发生了畸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それに伴って社会の中で要求される能力も変化している。这里呢，首先有个に伴って这个句型，是我们在之前的课文当中曾经学过的，应该还记得，它表示伴随着前向的变化，后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这个それ就用来指代前面的内容，所以这个それ就指代是信息环境畸变这个内容。那么伴随着信息环境的畸变呢，社会の中で要求される是作为后面能力的一个定语，怎样的能力？在社会当中所被要求的能力，大家知道 要求される 是 要求する 的被动态啊，是社会当中所被要求的能力这个含义。那么伴随着信息环境的畸变，在社会当中所被要求的能力呢，も変化している，也发生了变化。下面说，従来の能力感、知性感が役に立た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である。那么这里有个词组是役に立つ，大家知道是表示起作用、有帮助的。那么役に立たない呢？否定，不起作用，没有帮助。那么役に立たなくなる的话呢？这个なる表示变化，变得不起作用，没有帮助了。而这里的てきている，这个てくる在这里同样是用来表示一个新的变化的开始这个用法。所以従来传统的能力观、知识观已经变得。开始变得不起作用了。そんな時代の流れの中で、自分の脳をどのように使ったら良いのかわからない。这个中で用来表示范围，对吧？在如此这般的时代潮流当中呢，自分の脳を这个を是宾语，是使用的宾语，对吧？自分の脳をどのように使ったら良いのか，到底该如何去使用自己的大脑？这个事情是。わからない，是不知道的。そのような漠然とした不安が人々の脳への関心を高めている。啊，这里呢，大家先把そのような漠然とした作为一个括号括起来，然后一个箭头指向后面的不安，不安。然后大家会观察一下，这时候这个不安后面跟的是が，这个が呢就是主语。这个主语的が，它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大家会发现它做的是高める。他动词提高，不安，他提高了什么东西呢？提高了病语的哦，什么东西？关心，关心，不安，他提高了关心。这种不安，他提高了怎样的关心呢？不安，他提高了人々の脳への関心を高めている。不安啊，他提高了人们对于大脑的关心。下面。
産業革命以降、事務処理を正確にこなすことのできるホワイトカラーが評価されてきた。現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把事務処理を正確にこなすことのできる都括号起来，给箭头指向后面的ホワイトカラー。那么ホワイトカラー的话，在我们之前课文当中曾经讲过啊，它是表示白领阶层，对吧？所以呢，評価されてきた，評価する是评价。那么評価される是被动态，被评价，而且往往是指被好评的意思。而这个テキタ，这个テキタ它表示的是这个动作从过去一直做到现在的。所以所谓的ホワイトカラーが評価されてきた，就是这个白领阶层啊，在産業革命以降，在产业革命之后呢，就一直被高度好评，一直高度好评到现在。那么怎样的白领阶层呢？就是事務処理を正確にこなすことのできる。啊，这里大家会发现，这里的 no 啊，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ga， 因为它是定语中的小主语，对吧？定语中的小主语除了用 ga 之外呢，用 no 也是可以的。那么 konas 的话表示熟练掌握 ，o 就是 konas 的宾语，而 seikaku ni 在这里它是用来做副词修饰 konas 的，所以所谓的 jimu shuri o seikaku ni konas 就是可以非常准确并且熟练的进行事务处理的。ことができ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样的一种白领阶层呢，在产业革命之后就一直被高度评价。しかし、定型的なデータ処理ならば、今やコンピューターが迅速にやってくれる。ならば，假定话题。但是呢，如果是定型的なデータ処理ならば，如果只是固定形式的数据处理的话呢，那么今や。在现在啊 ，computer 呀 ，computer 가迅速にやってくれる，谁呢？电脑，电脑它可以迅速的为我们做到。やってくれる是一个补助动词啊，受后动词做补助动词用法。いつの世でも希少な財がマーケットで評価される。いつの世でも疑问词加 demo， 在这里表示全面的肯定。不管在什么时候的这个人世间当中。希少な財が主語，只有稀少的财产才会在 market で表示范围，才会在市场上怎么样呢？評価される被动态，被好评啊！不管在怎样的世界，不管在什么时候，只有稀少的财产才会在市场上得到好评。コンピューターには真似のできない人間の能力が求められる。在这里大家把computer には真似のできない括号括起来，然后一个箭头指向后面的人間の能力。所以这句话主看呢就是人間の能力が求められる，啊，这个人的能力呢被寻求了，就大家社会广泛要求这样的一种人类能力。怎样的一种人类能力呢？就是 computer には真似のできない，真似模仿。Mane no dekinai， 这个 no 同样因为是定语当中，所以用 ga 也是可以的。Mane ga dekinai 无法模仿的，而这个 computer niwa 这个 ni 大家记住，它是用来表示能力的主语。能力的主语除了用 ga 来表示之外，用 ni 也可以的。所以所谓的 computer niwa mane no dekinai 就是计算机没有办法模仿的这样的一个人类的能力呢，是被广泛寻求的。すなわち，也就是说，那么所谓的计算机没有办法模仿的人类能力，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他さ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る能力と新しいものを生み出す創造性である。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把他さ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る先括号括起来，用箭头指向能力，再把新しいものを生み出す括号括起来，用箭头指向后面的創造性，所以。他说了这两种啊，一种是怎样的能力，一种是怎样的创造性，这两种是计算机无法模仿的人类能力。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能力呢？首先 communication total knowledge， 对吧，和他人进行交流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新しいものを生み出す創造性，是创造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创造性。这两种东西就是计算机无法模仿的人类能力。好，那么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在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第八课的课文。